现在来讲解一下 Empire Fest 去年遇到的几个问题。第一个是人太多，我们停不了车子，就导致大家在马路上停车。第二，没有人验售票券。那我们今年会有很多人验售票券 ，so that problem is gonna be solved。那我们今年会有两个出入口 ，OK。第一，一号门，大家一上山的时候，往右边看，就是看到苏伊国际赛车场。大家 Google Map whatever you do， 你上去搜寻的时候，你就搜寻苏伊国际赛车场。那你到了，你会看到一号门，可是一号门大家注意哦，只有预购票的人才可以进入。我们这次验票很重要 ，OK？ 所以不管是来现场买票的，或是买预售票的人、找鸟票的人来，我们都要验票，因为去年好像有蛮多人呼隆呼隆就进来了，那这样子对大家都不好，对，不要让我抓到你嘛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会带你上去这一条路，你们就会看到二号门，因为二号门更大、更宽，停车场超级超级大，所以在那边可以塞非常多的车子。但是记得，一号门只是 for 预购票，二号门是可以买现场票。那进去了以后，这边我们会看到验票的人。然后往左边进去就是停车场，然后现场就继续往下走。我带你们上去看一下，我们走上去吧。哎，但是去年我说的就是这条路两边停满的车子，真的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我知道大家都想来玩，但是这条路也不大也不宽，然后我们去年一直被检举。那今年如果我们看到有人在这边停的话，Yo, we'll call the cops on your ass. Alright, I will call the cops on your ass. 因为我不想要被检举。Alright, I want this to be a happy event. And 大家来的时候真的不要拉转，不要拉转，不要拉转，好不好 ？Alright, we're just here to enjoy. We want the community to come together. 我们是为了这个文化。Alright, I love you guys. 哎，等下，往这边。所以就是这边，我们2023年12月9日 Empire Fest 的 Main Entrance， 好不好？我们要来这边收票，所以今年票券非常重要。进去了以后，影片会看到左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停车场，所以这边呢，我们希望所有的厂商可以早一点到，还有有一些特别的车队的人要展示车子的，也是往这个通道走。来现场买票的，没有在我们网路上先预购票的，一定要走这边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入口 number two， 那边是入口 number one， 但是我们还是以入口 number two 为主。然后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在这条马路上停车，好不好？我们去年一直被检举，然后呢也会很堵塞，导致大家没有办法进出。OK guys， 所以补充一下，所以这边是我们的售票口，还没买票的人赶快就是这边 ，OK。买了票的人还有 VIP， 还有的没就是下面那边，很简单 ，OK。反正 first come first serve， 先到为优先 ，OK。这边停爆了就会再停那边 ，But it's gonna be really fun。我希望大家对早早买票了，让我们简单一点 ，OK。谢谢。所以车子开进来以后，买完门票，你们就可以往这个方向停，这边全部都会整理好，放心。小强老板说了，这边可以停差不多400台。那现在就来到活动现场，去年舞台在这边，今年也是一样。所有的厂商，那我们今年呢，中间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厂商，我们希望这边爆满，然后小朋友玩的、吃的、喝的、生活品牌。我们会摆在后面一点，所以那区比较 more family oriented， 但是希望集中所有的 energy 跟这个文化的精神在这一区。So this is where the party's gonna be at。就去年我最喜欢的是看到所有的人从这边一直排下去，看这个甩尾表演。他们在漂移的时候，那个烟，哇，帅哦！希望今年还会有。对，大家来的话，今年要嗨一下。好不好？我们要把这次的影片做得更屌。